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子，现在我在桃园机场，这一次我要从台湾飞到东京，因为前一阵子果子收到了一个很酷的翻译机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就找一个机会来东京这边，然后找朋友顺便来试试看，这是翻译机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这么厉害？因为其实果子接下来一年要到日本东北去交换学生，不过日文还是不太行，所以如果这翻译机 OK 的话，那就回来一年就靠它啦。这次这台双向口译机操作界面跟方式都非常简单，只要按下上下的按钮就可以即时双向翻译，充电可以直接连接充电线，不用更换电池，而且除了 WiFi 之外，还能够插入 SIM 卡直接使用，甚至还可以分享热点哦。插入 SIM 卡的部分，只需要把杯盖打开，拿出电池，再装入 SIM 卡，然后再重新开机一次，就可以看到网络可以直接使用喽。分享热点的部分，只需要到设定，设置移动网络，网络共用 ，WiFi 热点，开启就可以喽。除此之外，翻译过的文字都会被保存下来，随时想要听、想要复习都可以。我刚刚搭夜巴到秋叶原的公车站，原本想说要走路回饭店，可是后来发现雨下得太大了，所以就叫计程车，刚好可以测试看看这个翻译机。司机你好，運転手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Hey, こんにちは。请载我到上野车站附近的饭店。上野駅の近くのホテル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ナビ通りでよろしいですか？按照导航可以吗？可以的。はい、いいです。谢谢你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想要去 check in。我今天晚上在这里。私は今晩ここで泊まる。予約は入ってますか？预约吗？有，我有预约。我是杨先生。私は楊さんです。楊さん、入ってますか？我刚刚从秋叶原搭计程车过来，然后还有饭店的 check in。其实我觉得，虽然我不太确定这日文是不是完全翻译的正确，但是在沟通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明天我就来找我的日本朋友一起来测试看看，他翻译的是不是真的那么正确、那么厉害吧。现在已经早上了，然后我要去浅草寺跟朋友碰面。我好像看到他们了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哎，这位是日本朋友东岛先生，喜欢那种风格啊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请真正的日本人来看看，就是这翻译机翻译的是不是真的是正确的日文。那我们就走吧。现在遇到一个路人，请问雷门怎么走？请问这边最推荐的是什么？天ぷらそばです。ちゃんと出るんですか？那给我一份。それは私でください。はい。好，我们经过一天测试这个翻译机，那我们就看看两位朋友们怎么说吧。我觉得它最让我喜欢的地方是，它除了可以把我的话翻成日文之外，可以让我听懂对方在说什么，这点我很喜欢。那直树，発音も綺麗だし、文法も間違ってないので、単語で使う分にはすごいよく使え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。除了在日文之外，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语言，一共有38种可以翻译。然后这个语言的资料库还是一直在更新的。所以不只有日本，其他国家也可以用。那另外就是我们用了这样一整天，大概耗电量很少，大概只有20%，然后现在还有80%的电量，所以我觉得它耗电量可以用6到8个小时，也很不错。那如果说你来到国外旅游，想要更了解当地的文化，或者想要听懂当地人在说什么的话，就是这翻译机或许是很适合你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要不要一起出来啊？
今はあなたしか見えない。